当妈妈辅导作业时，你就会和我抬杠，一上网课就抓狂，每次辅导你作业就想哭一场，每天在学校里浪，回家却和我硬刚，再看你写这个字写的那么长，学吗会吗课堂听讲了吗，写呀看啥，我脸上有答案，只那些作业的无奈和怒吼，辅导孩子写作业才算英雄。当我拿到成绩后，爸，750分。哎呦，你别管我，爸，你是我爸，你让我当驸马都行。那个爸，还叫爸？儿子，哎。